大家好，我是明仪。在这个星期六11月19号，我即将在我爸爸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带来小提琴的演出，在这边呢，诚挚的邀请您一起来参与。那当然，最希望的是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我爸爸。我爸爸的坚持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们这星期六见喽，谢谢您，豆香。